哦，对，因为刚刚就是上一个星期，就是那个疫情比较严重多一点的时候，很多很多的工作在12月份还有1月份的工作全部都要取消，然后，很多工作取消以外，有一些好一点就是它可以就是过年之后才做，延期也延期很多。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我多时间多陪我的家人啊，然后多用我的时间去处理我自己的生意啊，自己的东西这样子。哦，其实这过去9个月，其实过去1年呢，大家就很辛苦，都不是只是我，每一个人，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很辛苦，没有工作，情绪也非常非常的不好，心情非常不好，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希望在2021年，就是明年，如果所有东西可以在好像之前一样平平常常的话，我真的好希望可以做一个节目，可以做一个 show， 可以把多一些的正能量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应该要再开心多一点。过去这一年大家也非常非常不开心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作为演艺工作者应该要多发多一些正能量，还有多带那些娱乐给所有的观众朋友。